据台湾中央社8月4日报道，第18届亚洲运动会将于8月18日至9月2日在印尼首都雅加达及苏门答腊东南部的巨港举行。但在运动会筹备期间，有民众把青天白日旗放置在亚运活动场地及街道。印尼亚运会筹委会错误的旗帜不是我挂的，对此印尼亚运筹备委员会紧急回应表示，这是当地民众的自发行为，筹委会一直都使用中华台北奥运会旗，也已通报各地方政府，呼吁民众停止使用错误的亚运参赛旗帜。台湾中央社报道截图。